电竞12月14日去。最近 LPL 各家俱乐部的官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14日一天就有好几波重量级官宣。继前日 SNNSMG 战队官宣 SMLZ 加盟之后，再度官宣了新赛季执教 SN 两位教练，除却主教练之外，助理教练竟是 LPL 粉丝极为熟悉的韩援选手 EZ君。 以下为微博原文：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教练林慧星 COVID LINHYFUNG 正式加盟苏宁，担任英雄联盟分部一队主教练。助理教练李之勋 EZ LEDIAJON 正式加盟苏宁，担任英雄联盟分部一队助理教练。林慧星教练作为前 Phoenix 战队的职业选手，对游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执教于 AFS 战队和 AG 战队，担任战术教练。在执教 AFS 期间，战队成绩获得了巨大提升，帮助队伍先后获得过2018年 LCK 春季赛亚军、2018年 LCK 夏季赛季军，并成功带领 AFS 闯入英雄联盟。2018年全球总决赛八强，担任教练的经历让他具备良好的战术思维和赛训管理能力。李之勋助教曾作为中单选手效力于 SKT 战队，在担任选手期间，李之勋稳健的中路对线能力和及时的支援能力是团队最坚实的依靠。他曾和队友们一起获得过2015 LCK 春季赛、夏季赛冠军、英雄联盟 S5 世界总决赛冠军等荣誉。担任选手的经历让他具备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术储备，良好的中文也能让他与选手沟通无障碍。希望在林慧星教练和李之勋助教的带领下，苏宁电子竞技俱乐部英雄联盟分部的成绩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